大家好，欢迎来到茶米鱼饼，我是阿饼。之前已经带大家去吃过喇叭 BBQ 跟 Franklin 了，那今天我们要来到 Google Review 上万间的 Terry Place BBQ， 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到底这家肉好不好吃哦，走吧。超多人的、啊，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去采访一下他的烤肉的那些师傅，问他们一下到底这些肉怎么弄出来的。Let's go， 超浓的烟熏味，看这些木头，好香了吧 ？Oh my god， this smells so good。Yeah， bring it on in。他让我进来。I got in here. I got some beef ribs for you. Oh my goodness. We've been here for almost 3 hours. We cook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We had turkeys on here before that and pork ribs before that. We're doing about 32 to 36 briskets on each pit at a time. We've got these three. We've got two more in the back. So we're doing over 2,000 pounds of brisket a day. And are you guy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d it out for? Oh, you know, it's gone. It's in the line, it'll be gone. See the line. This is the motherfucking...And this is hot here, so this is not a huge job. Yo, Have you ever got tired of the smell? Oh no. It's always good. No, oh, it's always good. Wow. 所以他刚跟我说，这些肉就是 brisket 要烤12个小时， beef 要烤8个小时，然后这些木头全部都是在这个很大的灶烧，然后这些烟会倒到这个灶里面，然后把这些肉烤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肉呢，都是明天才可以吃，今天是没有办法吃到的。Thank you so much。耶，迎客贵宾。他很好，让我拍那个烤肉过程。来喽，这边就是 Terry Blake's 啊，他旁边有一个告诉你要怎么点 barbecue， how it works， 还有四个步骤，先排队，排完队之后选你要的小菜，然后再选你要的肉，接着最后一步就是 be happy， 很重要。我们现在 Terry Blake 里面啊，我们今天点了什么东西？帮我介绍一下哦。这是普通的 pork rib， 对，这 pork rib， 然后点了一个非常夸张的 beef rib， 超大个，这个好像就快2磅，这一磅半到2磅，所以这个要50块，差不多。然后这个是 brisket，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 brisket， 超好吃。然后两个 side， 我们现在差不多中午12点，排队排到快要爆炸了。小米小姐已经快不行了，要先。是从西雅图来的两位。哎、欸，我可能吃过奥克很好吃的那个 barbecue 哦，所以不要让我失望吧。最期待哪一个？金贵吗？来啊，来啊，吃一个喽。妈妈，像切开里面的肉哦，很嫩很嫩的感觉。哇，爆！来来来来来来，我们 beef ribs， beef ribs 还不错，有油脂，很嫩很厉害。我觉得可以加一点，沾点酱。所以我说那个酱汁呢，超大瓶的，辣的，辣味的。这个是甜的酱，然后这是原味。嗯，那个 beef rib， 我来试看，我来试看 brisket 啊。好，亨利来，小亨，我来试看。哎，湾区号称那个布丁。先从一块比较瘦的地方开始。嗯，还不错，没有到很老，蛮厉害。brisket 很难，就是做到这么刚刚好。哎，这边的这边味道比较刚好，不会太咸。所以我会建议从这边开始吃哦，因为它的 skin 都是 raw， skin 都是 raw， 对啊，味道对啊，对，嗯，对，你看不看？超爽！我从 Sacramento 来的，对，我们交新朋友来吃 BBQ，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 Austin， 但是我们第二次来吃这个 BBQ。好，首先呢，我那天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直接现吃肉，那我后来才发现肉一定要搭配。第一个饮料，对对对，甜咸中，觉得其实它本来就应该要是这样子，然后他有免费给你面包，我们那一天也不知道，是后来里面的人告诉我，没错。然后后来我跟他跟着 brisket 夹着吃以后，那个肉的那个肉汁啊，吸到这个面包里面，我一吃下去，我告诉你升天了，爽死！你先买 beef rib，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那骨头旁边应该有带点筋啊，所以。有筋有油这样子应该会超好，面包给它夹进去，啊，还要加洋葱，我想洋葱真的点缀那个味道，
我跟你讲，你再吃下去，我跟你讲，好羡慕哦。嗯，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哪里？等一下，十分零到十分几分？九点九，九点九，这么高哦！九点九，空间是在哪里？再加一口饮料就死了。知道为什么要来 Terry Blake 吗？为什么？因为你去其他间有名的 BBQ， 其实只有周末才有 Beef Free。哦，是哦。对，然后 Terry Blake 是唯一一家平常天也有 Beef Free， 而 Beef Free 也是卖完就没了。哦，是的。这个 Brisket 跟 Pork Free 其实是基本上都会有，但 Beef Free 就是真的看缘分。就是要这样直接吃啊！哦，流汁的，好爽哦！你看它旁边。这个 smoke ring， 它的烟圈就是直接扒在这个骨头跟肉上面。Beef Free 跟 Brisket 不一样，它比较有嚼劲。它是比较嚼劲啊，就你有咬到这旁边一些那个，但是 membrane 那个皮哦，非常的香，就是有点像一嚼一嚼那个油脂一在你嘴巴里面化开。好爽吗？很爽，入口即化。我现在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好像要分给大家吃啊。没关系。节目效果，帮你擦嘴，帮你擦嘴。哦，乖乖乖。好爽，但是这一根不便宜哦。所以你说这个两磅，44块，我们要整点钱才有办法吃得起。对。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去吃麦当劳吃三天，再来吃一天这个。对，先省钱省三天，然后再吃这个。break 时间。瑞宝时间。它蛮咸的，但是它很香。然后我这一根又是边边，所以它有一种焦香焦香。它不需要加酱，是它的 Costco。它 Costco 很好吃，晒晒很好吃。我来吃瑞吧。我觉得要比 Open 好吃。来一下，哦，来来。你要吃吗？我觉得它 smoke ring， 你看它那么红，它的味道完全有扒进去，然后它有一点甜甜的，它外面其实是有一点刷一点酱，所以有一个 barbecue 那个 sauce 的甜味，非常多 paper， 就吃下去的时候其实非常 papery， 它的肉一咬下来是 fold 的缝这样，但是它又没有太烂，它才是有一点稍微扒在上面的那个嚼劲，然后你看那个 member 可以直接扒下来，然后这块其实很香，嗯 ，Cherry 比较吃 member， 很爽。你看用那个叉子就可以把它剥烂，这就是奶油，像奶油一样的 brisket。然后要吃的话，就是要从这块开始。哇，好爽哦！然后放一点面包，放一点酱，包在一起。哦，超哥，好好吃哦！我最喜欢那个最贵的那个 Beef Rib 44块，我可以天天吃麦当劳味的那餐，那个必点。然后可以点个饮料，我也觉得要点 ribs， 然后要喝冰水。然后那个 pork rib 我觉得可以不用点，把多点两块那个 beef rib。11:30之前到。礼拜五，然后 weekend 的话可能一早就要来排队了。就是今天它的 rib 比较干一点，所以 rib 的话可以去拿 barbecue 比较好吃。好吃吗？好吃，特别感谢 Ben 今天带我们来这里，它的 beef rib 跟这个 brisket 超级好吃。Barbecue 这种东西，它一定外面会抹一层 rub 跟那个盐嘛，所以它的皮一定是咸的，所以这是正常。重点就是说来要有甜的东西做搭配，然后它的面包不用钱，所以跟他要面包，让那个面包吸那个肉汁。如果你不怕嘴巴臭的话，加点 onion， 然后它就会变甜。那我觉得 Barbecue 最好吃的地方是它是看它的烤的技术，对，入口即化那个真的是比较难得见到啦。一般的应该只有德州才有这种东西，强力建议。然后第二呢是。你吃完以后来后面收尾，好，来看他们烤的，我觉得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的。Brisket 跟 Beef Ribs 这两个大推，好，谢谢 Ken 跟 Karen 陪我一起吃 Barbecue。好，这期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影片帮我按个赞哦，还没订阅订一下，就这样，拜。